低脂的鸡胸肉，7.9给咱发5包，拍10包的话更划算，一包的话热量只有50几卡，每一包的脂肪含量只有0.几克，它都是用这种整块的鸡小胸做的，特别好吃，肉质很嫩，不腥不柴，你看它里边都是这种一丝一丝的，开袋即食特别方便，尤其是咱们身材管理这个时间点想饿了想吃点东西的，你就来一块这个，一点负担都没有，很好吃，特别入味。这个咱们嘴馋的时候你就拿它当一个解馋的小零食，太合适了。三个口味给咱们混合发货的，原味的、奥尔良的还有黑胡椒的，三个口味里边都是这种整块的鸡小胸，很入味很入味，这里边还有一块的，非常好吃。肉质吃起来很嫩，咱们再来一个奥尔良的，它这个里边是稍微有一点点那种卤汁的，只是拿它拌点小沙拉呀都特别好。尤其是咱们上班上学，平时你就可以带上这么两包，你就拿它当一个解馋的小零食就行，你吃一袋这个肉就跟吃个黄瓜西红柿热量差不多，而且这肉多香啊，是吧，高蛋白低脂肪饱腹感强。强烈推荐姐妹。